今朝头呢，辣盖只微信公众号里向，传说我，我写了只故事仔啊，非常生动。阿拉吃这样饭呢，开个美食锅，对伐？拿只故事拿上来，插拨㑚听听。如果要看原文个闲话呢，那链接下头原文链接阿托一海。讲了上人呢，老早就是南湾沿海搿个一片地方，就传说搿个一块地方，有一个朋友，手吊子辣辣响个。张安禄，哪能下头呢？照搿拉话啊，他总结出来就分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，土匪的辰光，结棍啊，杀人太杀鸡了啊，心狠手辣，老百姓听得子啊，得比里向正反目，心惊肉跳。第二个阶段呢，我拿一帮人文武去冷静里的辰光，搿个朋友勿好听个。咋日本人有啥不好打的人啊？一样打。阿拉发生好几只就是苦缺苦敌的故事。第二阶段，第三个阶段呢，抗战胜利以后啊，早下了啥？他那个啦，邱银亮反动派能够改刀，啊，破坏新的政局。哎呀，但是到岁数大了以后呢，伊又反内就是啥呢？弟兄多分家，必须要能够一刀。我哥哥当下呢，我老我已思路清爽啊。我老哥哥朋友一生呢，总共是起起伏伏的，随机的一生。两头反正那个张故事两的，他大家两个也查查分享分享。张六个本命年修起了些，叫韦芳，张韦芳。后头嘞两个土豪佬，他起了两个名头，没老乱。张韦芳佬那蛮有腔调的，养了个啥辰光呢？搿些辰光有房地产嘞。光绪三十一年，1905年，有女们养了一个崇明一个穷人家啦屋里向。1911年，就是张六六岁的辰光呢啥，估计出去搿些辰光苦恼，估计蛮多的。估计了啥人嘞？估计了搿家了娘舅啦。搿家娘舅叫雍应雍，当然搿雍呢，伊拉南方有两种读法，一种呢人家喜欢读老公的公，但是当像个海里人搿个一派呢，喜欢读雍。你看雍鲁对吧？雍鲁镇雍，哎，有个人去读公，但我给他那些读雍啊，叫中金雍，估计没种子。选了个啥地方呢？选了个雍鲁镇独木头清宫道，稍微少安点，搿个地方那边民苦呀，看俺个娘就是，伊是好吃懒做了，要努。阿妈娘个，苗镇个叫来了，特地归人搿能个个朋友。而且跟上没啥几好辰光，娘舅了，贫困交加，去世了，就搿能桩事体。乃末啥个呢？一个勿尊重结格个爷了，娘舅了啥个，跑脱子。阿拉搿段辰光呢，等于最苦恼，家路里向流浪，对伐？偷鸡毛，偷啥人事业的呢？小女儿来伐？十岁出头娘来的，勿过搿件哪弄的？偷啥人吃人，脾气嘛，人家吃了不得了。后来呢，老是14岁，伊等于跟搿拉爷嫂，老等于一边厂里向吃好儿子养。阿拉哥哥两年呢，等于侬手里向有人生勿啦？那只子母吃饱，还是理财个。阿拉相对来讲稍微踏平了一段辰光。那么搿个辰光呢，上海滩呢，实际上一直是叫穷人的天堂，对伐？往往人家有冬天人家好过来，心里向有眼小想法。我也想奋斗啊！那伊望来望去呢，伊觉着烦死伊。哎，搿只生活好做啊！你搿搭老早搿搭，你俩在鲁道岗泥人搿只高里向，侪是小狗头个，吃饭蛮肉的，烦死伊。阿老太一帮做泥师养的搿帮，搿能偷鸡毛搿朋友，等到了没啥做的搿帮人，一道去做搿只对面生活。乃末刚刚头开始上犁，生活勿清爽。做啥没啥几好辰光，弄窗事发，门边夹根头搿个蓝毛乌啊，天亮了，糟蹋，亏是饺子一年多，出来的辰光已经是等于1937年的上半年了，那出来是根本就好好人做点生活是吧？不是，嘿嘿，那个里向的人大家兄弟啥更加多啊的，门生三路家的偷鸡毛个。难上弄是一帮人啊！而且我估计在搿里向头认得两个稍微有懂点的吧。